吃了一会儿，干嘛？这是什么？那只是也好。不是，咱们先演演戏。嗯。你也学空了？你今天的伴郎？我哎。你今天必须得到位。这他妈真的，你看这又多出来一个招儿。哎，来，我给你绕开这个位置啊。开始吃。来，等会儿，听我口音哈。咱们把我把门带住，咱们把原因。好嘞，来把背挺直啊。来，一二三。扶扶眼镜。OK， 好，第一次成功。它视频你就可以动了，哎，贴的时候，两个手捏住，哎，不用，哎，对。好嘞，来，扭过来侧面，看着外面，站着外面，看着外面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背，你记住今天一定要挺直嘛，哈，咱不要驼背，有点紧是吧？有点紧，啊，有点不舒服哈。哎，好嘞，你看着外面哈，哎，啊，站直看着外面，好嘞，但是脸不要太转过去啊。好，哎，好嘞，行，好嘞，来个咽了，或者推一下心脑管儿哈。哎，咱们起哄一下哈，咱们热闹那个劲儿哈。你们先商量好。我们先彩排一下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再开机。想想词儿。您先捋一下，我们再开机哈。祝新郎新娘以后开心幸福的生活下去。祝新郎新娘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。祝新郎新娘幸福美满。祝新郎新娘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祝新郎新娘。对不起。开始。祝新郎新娘开心幸福，早生贵子。祝新郎新娘，开始。祝新郎新娘开心幸福，早生贵子。祝新郎新娘幸福美满。祝新郎新娘白头到老。祝新郎新娘永结同心。祝新郎新娘白头偕老。祝新郎新娘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好，又回来，腿呀，腿死，把你给推出来了。好，腿死。忙死了，哎，老别让给你忙死了。后来给了几个没烟的瓜子。你不喜欢这烟吗？还可以，就是确实也挺不错，也挺好。刚打的住。啊，就这个。我那要住了，你谁担心呢？应该不住了。没意思。想说说说你，还整个都是堵了，还没让照顾进这水堵着。这在大路不得，竟然不通的小路。四路桥。哎，对。四路桥回去。马上就是四路桥了。现在放慢嘛啊，放慢完再过吧。哎，就停了，就让它过吧，咱就停这儿。哎，对。
好了，不想不拍了，不要不拍了，都是明令。完了，咱赶到前头，我要拍新郎官下车了。发红包来，有红包，带带带，非常正确，不见兔子不撒鹰啊！有红包是不会带的啊。先穿孝装。你好，行，送你出去。你把那个让他带上，手笔都没带。新郎官，把那胸牌自己带上。不要不要，你想不管，等一下我们排出来，我要半天排不上，明白吗？你别管了，这是。给谁带的这是？给。谁了这是？给新郎，我哥姐夫。叫了叫了，大声点叫姐夫。姐夫。好好。感觉真是过年。我枪。来，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姐姐姐夫。祝雨伦新年快乐，百年好合。祝谁们？刚拿了红包的谁们？谁们？祝姐哥新婚快乐！白给了，白给了，白给了，白给了！把老人的歌都放这边，对对对，搀住老人，一定要搀一个。哎，对，那边也是搀住。哎，把那个手，把那个手搀住，那个手，这个手搀住。对，好好坐直了啊！看一下啊，你二位把手来拉出来，哎，放到一块儿。拉住，哎，对对对，好嘞，看我这儿了啊，看我这儿啊，哎，来新郎官头，看着照相机，那个爸爸把西班牙露出来，看着照相机，哎，看我这儿，看我这儿，好嘞，再来一张啊，好，再来一张，好，行了，好了，行了，站起来，那父母给你们安顿安顿，叫给他们告告他们，完了告告给他们的走了啊，这会儿来，啊。那个那啥，你往前一点，你往前一点啊，成成八字形，往前一点点啊。啊啊，你往前稍微。八字，你面对面对，你们俩面对啊。啊，那是得八字啊。来，我来让你看。交代交代吧，对对，姑娘好点。这么大的宝贝姑娘就给了他了。不会说了吧？总管来，我来啊。今天是咱们家宝贝姑娘新婚大喜的日子，以后又多了一个儿。爸爸妈妈给他们嘱咐两句，送上美好的祝愿。那，嗯，大哥，你说呀。对不对？紧张。太激动了。我们要三代啊。没事没事。好，好。妈妈也把美好的祝愿送给这宝贝姑娘。姑娘，你今年出嫁，你就等着长大。以后要你们俩相敬如宾，好好把日子过好。好，新郎官，给爸爸妈妈正式表个态。只要能，我。他太紧张了。这么说吧，
我俩从今天起，我俩就是一块儿，都是您二位的儿女。这个，他没背出来，太激动了。感谢爸爸把这么好的女儿，这么信任的托付给我。啊，这个我对天发誓，善待二老，啊，百倍的好，宠他上天。二老请放心。说得好，说得真好，说得比唱还好。来具体点，工资交谁，家务活谁干？来具体点，工资上交我老婆，家务我干。爸爸妈妈放心不放心？放心。好，拥抱一下。拥抱一个。作为父母，我们感到十分的高兴，特别的欣慰。在这里，我还要叮嘱你们，一定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孝敬双方父母，正如一句歌词中唱到的那样，常回家看。在这里呢，我也希望你们在婚后的生活中能凭仁爱、善良、纯正之心，用勤劳、勇敢、智慧之手去营造温馨的家园，修筑避风的港湾，创造美好的明天。最后，祝愿大家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每天都有好心情。谢谢，谢谢。